主料，猪腿肉15斤，13香40克，盐180克，糖稀15克，高度白酒350毫升，胡椒粉20克，花椒粉30克，生姜汁些许，老抽些许，孜然粉，配料到合影，配料和肉条均匀搅拌在一起，揉面一样，要有耐心让每一块肉都吃进去味道。买的灌香肠器和用饮料瓶自制的，希望厂家能出二合一的更实用，揉入味的肉，当当当当，完美尝尝，等待风干哦。烹饪技巧，边灌边用牙尖刺激下排气，也可以加速风干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